哦，那个炸山炸得太离谱了。等一下哈、哦，我要走到外面来。要骑摩连拍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那个山炸的哈、哦。就整个从泰鲁阁那个泰鲁阁下面这边哈、哦，他们有一个村叫做富士村，富有的富，士是世界的士，叫富士村，有上富士跟下富士。你们觉得在泰鲁阁这个地方住的原住民是什么族？泰鲁阁族嘛，是不是？我总不会说阿美住在这边干嘛？哦，阿美不靠山的哈，这边全部住泰鲁阁族。然后他在炸山呢，是上面直接炸，因为他。